幕后人员超强劲，艺人地位受威胁。911最美化妆师，你真的该出手升级。我刚刚远远一看，不敢看。对对对，来打打跨满。来，小 S 亲吻你们男人，运动心灵，融融融融融耳，挤压够够够。好无奈啊！真的，这个手姿势还可以练胸部，除了大胸部还有大肌肉。这个就是他离开演艺圈的原因，他有大热门工作人员。可是他出血升级，两个月卖一千万。这首你不难哦，哎呦，这首你不难啊，来来来，看一下，这来的是被宣传爆神呐，你会造成我们大热门制作单位的离职潮。正常都跑去演戏啊，对，在演戏。那综艺节目还是你的家嘛，走一走嘛。对啊，所以就回来这里，这就走村啊。啊，走村村啊，时间不出呢，就回来走一走啊。也是村啊，还不错。今天当我们评审。对，很难得评判一下。我的哥呢？哦，哎，小肉香精。哎呦，哎，那这衣服怎么那么特别啊？哦，这是凯乐跟人家联名，我也想说怎么那么像哦，凯乐的，很像哺乳装。他好像也要寄献给我。对啊，那我也是会哺乳装呀。搞不好他对你是有。你抢啊！你看他人颇切的。人家很性感，你跟他颇切语言嘛？欢迎，好，谢谢，欢迎，欢迎，在新小瓜。西小怪好像变瘦了。对啊，我们最近都变瘦，我在健身跟运动。人总是这样啊，往更好的来追求嘛，对不对？今天要聊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幕后工作人员。对对。哎，怪了，哎，时代真不一样。是是是。他搞本来是幕后的人员，怎么突然间变成网络红人呐？对，目前的人还要。哎呀，你看后面哦，亚白呀，有没有？都是粉丝来的，对不对？举起来，举起来！观众朋友，眼尖的你就看看，他那奇怪拿的牌子我们都不认识。没错，要代表我们老了。他们都有长期关注。但是有时候很难讲哦，这素人他就是有一种新鲜感，对不对？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经过我们舞台的考验，好吧？第一位来，请看。爆红关键，他是节目工作人员，可是他出血征集两个月卖一千八，好厉害哦！有这种人，一定很正啊，正爆卖一千本，那是惊死人的呢。对啊，现在你问他，整个没了。他单曲有三张吗？上等破马，你不要问到小瓜，你问他你们卖，你卖啊？对，先不要卖几张，不要这样讲。我们家里还有很多寸，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先不要给大家，慢慢来，对不对？哦，先来第一位，他拍写真集的辣妹一个嘞，欢迎阿文出场。整个已经变个辣妹了，是是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对，阿文是我们这个大热门工作人员，对，他本来就在里面帮这个帮那个啊，帮忙哦，那冲啥搬跟道具啊，对呀，辛苦，怎么人生有这么大变化？你是谈恋爱吗？还是在大热门这段期间，等于是你生命中的谷底。对不对？一离开就反弹呢，否极泰来。阿贤啊，你把这个整个故事经过，你看今天还有人拿举文粉呢，文粉很多哎。盖小姐，你生命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对呀，你发生什么事啦？因为我从大热门离职之后，就是我。就是去换一份下一份工作，对，然后网络节目呢，对，到网络节目，然后我就开始制作，就是网络影片这样，对，那本来是说，就是这个企划是想要让主持人学习 DJ， 然后学成半年之后，那个谁嘛，那个鸟屎，鸟屎，鸟屎嘛，鸟屎，哦，本来就是这个 DJ， 然后要出唱片嘛，对，就是出了一个单曲，然后就是跟他承诺说，如果你募资成功有达到120万，我就帮你办演唱会。哦。对，结果是他的案子，对，结果他就突然就是在节目上说，那不然如果募资破120万，那我就帮你出写真集。哎呦，互相帮，互相帮，没有是他讲，他自己他帮你做这个承诺，对，然后他出钱，啊，你就决定一拖成名。失败的
机。哎，会不会是鸟屎根本就是想开那个？已经起色心了，起色心。对，加减都会。这个，然后结果是网友大家听说很短的时间就集资完成。对，我们募资的话，本来预计一个月内，那想说大概50万-80万就很棒了，可是没想到就是一个礼拜就破120万。哇！哇大家都要看就对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很特别嘛。哎，而且我们以前都不知道阿布身材那么好，那算紧身了，我有好玲珑有致呢。啊，结果曲线都拍好了，曲线部分啊，李豆，这头你本人哦，哎呦，哎呦，这是你本人啊，对，哦，哎啊，书有带来吗？有有有，好想看哦。哎，我最喜欢上面有贴红标的，有直接看重点。阿文，哎呦，怎么那么像毕业纪念册啊？这毕业纪念册，这是你同学呀？啊，对啊，那毕业纪念册，哎，有啊，有这种的啦，这种的。哦哦啊！哦哦哦！哇，是。你那个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啊？说哇，怎么起这么大变化？说要去制作电视节目，制作到最后，哎，制作到自己的写真集，制作到都做成这样。哎呀，没有，我妈就说她也要一本啊。哦，对啊，妈，她也要出。还好，妈也要出一本，对不对？哇塞，你这个累不累啊？做这个工作蛮累的。哦，对，拍写真集很累吗？知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人的辛苦了吧？对，对不对？不简单。然后我们还有抱枕跟画报可以那个啊，哇，就是跟写真女星一模一样的，对，还学到这种坏习惯呢。哎，来来来，看看哦，都来得及，别宣传抱枕呐，不要宣传，不要宣传，没有这个抱枕，其实好厉害哦，抱枕其实看点，你卖欧北崩哦，你干嘛？有文粉，有文粉，哦。其实本来没有要出，是因为就是销量突然就是暴增，好，对，然后我们的老板娘就说，对，老板娘就说那就增加，就是抽签，就是这个抱枕必须要满50本，就会有一个机会，满五十本才有这个。人家罗志祥时代都爆爆啊，你也被50本呢。太多了，卖出50本就抽出一个机会可以抽爆，你会不会造成我们大热门制作单位的离职潮啊？大家都要去拍写真集，而且下一拜就拿到 Amber 的写真集，制作人会第一个啦。身材比你好，人家而且制作人应该小晴姐应该也要写在国外去拍制作人。你们会不会觉得人生变化很大？对啊，怎么会这样？对啊，怎么会这样？我回娘家就竟然是以这个姿，而且还拿那么多自己的商品。哎，该不会这是要卖我们的吧？没有，可以送我们吗？可以送我们。人生就是要坦然去接受它的改变，就是改变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呢，当你往这块石头上面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掂掂这个味道的感觉，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人就跟《阿甘正传》一样，巧克力打开，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的味道是什么，非得自己亲自去尝试，对不对？此后你的演艺事业有什么规划吗？没错，出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没有，我还是做幕后啊，我还是持续做幕后。没有啊，你现在来上节目。对啊，而且你还在走到目前了，他应观众要求嘛，对不对？啊，这卖破千本的写真集很少嘞。哎，没有，我上次看到抱枕的是黄慕言的抱枕呢。接下来就是阿文的抱枕，哎呦，哇塞，哇，Run，真的有感觉，对啊，你鸡排妹还快，鸡排妹第二本都还没出哎，你就出了，然后还有粉丝会偷拍你，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出写真一阵子之后，然后就是大家都很踊跃，就是在网络上讲，然后我自己真的呢，上班的时候就是去吃早餐，然后我突然就是在吃早餐的当下，我收到一封 IG 的讯息，就对对对。然后那个照片是我走进去那个早餐店，他拍了你。对，可是他就跟我说，我可以跟你合照嘛。可是问题是，我就正在那个早餐店吃早餐。对，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过来合照，可是还好他没有过来。哦，不会啦，不会啦，慢慢就学习着这个当艺人也不错，对不对啊？哎，来上上通告，搞不好哎，隔3个月没多久发第二本写真集，对，非常有可能。而且就是我们所有喜欢这个阿文的好朋友，一定是尺度全开。保留的，撸来撸一点撸假的嘛，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全裸入镜，不
行，为什么不行？我还是乖乖做幕后好了。不用啦，人生就是要留，不要留白，要勇敢。年轻不要留白，笑脸不爱老杯嘛。没有，不是，不要留白，对不对？加油啦，欢迎回娘家，好吧？哎，等一下给他掌声鼓励一下，阿伯。来，帮你休息啊，休息。哎呀，真的太奇特了，有没有？幕后工作人员第二一位爆红的有谁？请看。哦，911最美化妆师加入 Mami Girls 出道了，差好多啊！她超厉害 ，Mia 就长得很漂亮嘛，早就注意到了。我现在都忘了有帮我跟露西派画过，对不对？对对对，一起来欢迎 Mia。真的就出道了，真心出道，宪哥叫我出道，有我请鼓励啦，有他有听进去，有，而且郑阿姨还不错，当艺人不错，对，对不对？我还是会继续化妆啊，继续啊，还有等宪哥发我，有，真的吗？等就红了，干嘛要这个？对啊，没有，就是还减减没走啦，哦，减没走，现在有斜杠青年，兼营啦，还兼。也有了解英国啦，哦，加入那个蓝蜜 girl， 对，哎呦，很多人，可是那边很竞争哎，很多妹妹，但所有学姐都对我很好，以轩啊、小鹿都对我很好，对对，有吗？团长，有，真的有，那个只是表面上，对，私底下讲一下多难听，鸭子划水，没有吧？我有那种小没有，他因为我。原本是不会跳舞的人，然后他们都会自己花自己的时间教我跳舞。哇，特别教你，确定教是对的舞步吗？知道跳错脚法啊？没有。哎，如果你加入之后，整个蓝明 girl 里面最漂亮的就是林小璐了。哎，会聊天，粉丝真的会难过。哎，露米还没有，他眼神一个期待。我本来要接受的，没有，你比较可爱，对，所以你看这个人家就是要斜杠一下嘛，对不对？哦，原来是化妆也帮那个911嘛，对对，哦，帮那那三个不会对，他们有人把你吗？卡来秋来，没有，伸出，怎么可能？真的啦，伸出援手，他们就像朋友、大哥、像兄弟一样。你在这个工作过程有没有印象深刻？小春你也画过？有，小春画 MV 的时候，哦 ，MV 你画的，对，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天王，就是画他很紧张，但是画完很有成就感。怎么说？因为那一次是画特效妆，然后下雨，跟台风天的雨一样大。然后他是要画伤妆，全身流血，然后要把泥土涂在身上。但是他都说没关系，你都尽量涂，就是他都不怕这样。哎呦，他很敬业，很敬业。还是他是想要享受被摸的感觉。我想跟他是，所谓的敬业就要看人啦。他真的很敬业。没画 OK 的，不一样，叫露露去画。是，没关系，我们自己来就好。来，今天既然我们有这么多局 Lamin Girl 的，我们现场就来一个拉拉舞，好吧？好，现在练会了，练会了，来，Mia带来拉拉舞。不难，不难，就是刚刚都很厉害。
那个要带动全场，对对对对，大家都要会跳。好，不错，好，加油，好，可以，欢迎入行。好，哎，这个行当里面呢，就是真的自己要更努力。嗯，那储备自己的能量，在必要的时候突然间一次爆发，说哈，有没有可能出血症？如果有人买的话，就什么有肯定有人买啊，他们要买，要不要？米娅出血症集，来来来，我跟你讲啊，不用靠别人呐、啊，这十几位加起来就100多万。不是哎，米娅，你真的该出血症集。我刚刚这样远远一看，很澎湃。对对对，吓我一跳呢。真的假的？因为我刚侧面看而已，正面就他刚刚那个衣服跳起来的时候，整个是非常厉害哦。因为你刚刚在后面你就不对了，你是不是？等一下，再靠一遍吗？不是，那摄影师多开心啊！你看他那个，你看，我看每一个人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对，你最好了。我有想，我有遐想哦。然后会照顾他们，因为我自己三个女儿嘛。对，来，爸爸看嘛。爸爸，爸爸，先看我的。先看，先看。那你要跨界。跨界。喜欢群星。加油，欢迎入行，好不好？米娅，加油！来来来，第三一位，请看，哎，走。Wacky Boy 剪接师超强劲，演出作品总观赞助超过1000万，赚翻呢！剪接师等于男的，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一段大部分啊，应该是男的。如果男的，我们迅速处理。来，欢迎他，叫培根呐，哎，那应该是欢迎培根，培根。其他人太忙了，就哦，如何走红当年？对啊，哦，当年就是我们有拍一支关于谢和弦街访的影片，哦，街访哦，就被 set 当路人，哦哦，你假路人就对，对，假路人啊，都厉害厉害厉害，不是吧？你爆红是因为你灰指甲很严重，不是吗？那是别的。最早不是这个，最早反正是跟谁去演路人？是怎么样？演路人。路人。啊，可是你当时的确是个路人，你也不用演，你干嘛演？啊，你起码是路人。比较抢戏的路人。哦，比较抢戏。啊，怎么？那个时候不懂内容，其实上面。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被塞个梗，说孙生就问我说，哎，那你几岁？就跟他说国二。哈，就是因为这一句爆红。哦，对。你国二破处，国二就破处啊？但是效果哦，其实现在还是处男，他是处男哦啊，母胎单身哦，母胎单身了，甜甜正念念念，所以你 OK 啊？你会指甲好了吗？已经好很久了，好很久了哦，好好。而且他红到每一个我们开 YouTube 的业配都是他们，关不掉啊，真的对，都是他们一直有业配广告，还就是培大家好，我是培根这样子，对，好烦，他真的有点。反正后来去找韩星都不想点培根呢，对呀，真的，不赶快呢，对不对啊？在观众朋友看这些素人，他觉得很好玩，是啊，对不对？好玩打动他的心，大明星又距离感觉比较远，对，对不对？看看他们成名的作品，来，请看。不是7小时才会爽，对，真的带工作人员来泳池趴，你不要的，你不要因为退团然后影响，对啦，绝对不会，我今天要嗨爆全场，我要喝爆全场。看一下培根面对很多初次见面的网红，到底可以跟他们装熟到什么样的程度？蓝正龙本人呢？是吗？蓝正龙刚刚在其他演戏。那这位是谁？这位是齐满啊？是周杰伦吗？哦，没有，王力宏，我跟他同年生。真的吗？真的。很难聊，对不对？很难聊，怎么办？现在 YouTube 很多都搞什么色情啊、下流，能养你吗？哎，对，还有呢，像伯恩这种很清流，然后又高学历的，真的不多。你平常是怎么跟他相处的？应该是我当初见的剪接师4年以来，第一次拍那么沉重的影片。从我先到现在，我替你做牛做马了多少？每天帮你买早餐，像你的保姆一样。
而且你给我那什么薪水啊，偶尔加薪也才3-4万，而且你还跟我说明天你也去，你不用就要离职，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我现在韩国居民最好笑，人气最高的什么50万、500万都不是问题啊。哦，哎哎，酷炫，哎早，哎我都早来拍片，难得睡不着嘛，然后想要来公司来拍一个我加入韩国到现在的心路历程感谢文，谢谢道德母校华江高中老师。那时候我就很高兴跑去找他认识个直属学长，没想到酷炫呢这个人那么好，他不吝啬的收留我这个小废物。酷炫一路从摄影剪接一路教我到现在，即使到现在他当老板啊，我们大部分的影片上传前他都要先整个看过一次，我觉得很难找到他这么有风范的 YouTuber 了。等一下帮我买早餐。哦，好好好好，给你20。 OK， 嗯，他等一下找我50。哦哦，好，一定一定的，干得很好。哦，对，嗯，对，嗯，好，哎，没错，这种叫节奏很好，冷面笑匠心。对，哦，然后都是因为素人演素人，边演边边唱边边看边开心。哦，哎，这个当过兵的才知道嘛，对不对？当过兵嘛，哦，替代役而已，替代役，连枪都没拿过。是是是，没有开过，没有扣过扳机。我问过一个也是那个替代役，有拿过枪吗？他哦，没有，只拿过烟枪。老烟枪，老烟枪还不错哦。继续加油哦！谢谢宪哥。那剪接这个工作是辛苦了，偶尔出来外面走一走，透透气嘛。对啊，也还不错，好吧？二军的啊，谢谢啦！来，请坐。哎，谢谢。好的，音乐下面一位。哦呦，哇！世锦赛最美球来了，来了，对了，最美就对了。的 B equal to 女神 ，Yeah Yeah Yeah！ 啊，这个荷兰队就打走过去，然后荷兰的那个教练都这样，哦，护国是球。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嘛，这个嘛。这个，对对对，来，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雅欣来喽！哎呀，当球童啊，你怎么会有那个机缘去当球童呢？哈，哦，那时候其实是我想要去一个寒假打工，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不是应征球童，哦，应征什么？我应征的是春酒接待。插牌轮胎的春酒接待，春酒接待，春酒，春酒接待，修哦，修 girl 吗？修 girl 类似，因为我以前是那个名传钦差的，然后我做过礼宾接待人员，哦，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对服务类的还有接待类的其实都很有兴趣，好好，对对对。结果在那个 WBC 的那个是世界棒球，是 World Baseball 经典赛，对，后来变到这边是因为那个插牌轮胎同时有两个活动，一个是 WBC 的活动，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春酒接待，那那个主管就说，哎，我觉得你的形象，我觉得希望你去代表我们公司，然后站出来在媒体前面站出来代表他们公司的形象，对，因为他这个 WBC 基本上是有很多很多的记者会过来，然后不只是台湾，包括世界这样子，哦，结果你就哎，那当球童呢？啊，就直接去拿，会接球，完全没经验。嗯，当然，那个被球 K 中，那球过来你要很危险，很危险啊！还好还有个手套拿在那里。其实我当时候我们就有签一张那个合约，是跟美国职棒大联盟签的。对，对，他是说，我都笑称他为生死状。对，因为他那个球速是真的是非常快，就是我们的眼睛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是，对，就是那个球过来，太快了。对啊，那有时候那个球过来的时候，明明很远，来不及，因为有那个灯球帽，然后还有那个灯，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球到底是近还是远。是是是，对，然后对。几场之后你就慢慢知道经验，然后有一场就真的我差点被打，差一点被打到，哎呦！因为我们都看着球场上的比赛，结果后来有一颗球就真的是从我头上这样消过去，然后我旁边专业的球童他一回头的时候，你知道刚刚有一颗球从你头上这样消过去，然后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都在看球赛嘛，球赛头太专心，球赛那边，然后牛棚这样子。那你这个在过程里面有没有吃到自己已经慢慢成为全场的焦点，根本没有人在看球赛，都在看你，有没有看到？没有，没有这么夸张。其实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很尴尬，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女生这样突然从你前面球员前面走过去的话，是因为好奇嘛？好好好，对对对，好奇。然后那时候我是真的有点尴尬，然后我就这样。真的就是不敢看前面，然后也不敢看旁边，然后我就看中间。哦，又看到一个青春洋溢穿短裙，对啊，露的小蛮腰。那时候还是大学生，所以就有点害羞，比较 shy。对对对 ，OK OK OK。是的，是的。啊，他还踏入政坛，担任发言人。真的假的？你还是政坛的发言人？之前周习伟在竞选蓝军的初选的时候，总统初选的时候，是是，对对对。啊，你是发言人。他的对。
哦，党部的发言人吗？哦，就是他个人，那时候不是有五位对竞选的，哦，哇，哦，现在这个发言人都在找那种正妹，对，人家才会想要听嘛。没有啦，因为刚好我跟他儿子是同班同学啊，有这个，哦，所以哦，哦，那个对你有帮助吗？就是说。没有啦，我是同学，我帮他那段的工作经验，哎，对，你现在我觉得其实每各行各业都有一个窍门在，就像各位在这边的话，也是有自己的专业在，他算能聊的，很能聊，就老港的，对啊。啊，周习伟本身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我都会形容他是一个大顽童。哦，怎么说？就是我那时候在跑行程的时候，我有去那个大甲镇南宫，就是彪哥的那个妈祖扛轿出来的那个，对，严清彪，大家知道，就是跟电梯同样的概念，如果人一直进去，可是里面人走不出来的时候，就会很拥挤。对，嗯，对，然后大家都说，哎，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带下车，你只要记得带着你的手机，因为我们要拍照。嗯，对，然后要随时要联络，你只要带着你的手机下车就好。哦，好，那手机要握好，因为很可能会不见。对，好，结果后来我什么都没有丢，我居然掉了我的一双一只鞋子。一只鞋。对，我一张片海掉了。真的。哇。对，然后我就这样沿路走的时候，他们就赶快把我护送出去，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你只要一踩下去，对对对，就完全还要预防咸猪手，对，对那个状况，那还是 enjoy， 醒来醒来，神秘面前觉得庄严呐，底下镇南宫，他庄严，那是很庄严的地方。然后你，但是他真的很多人，就是我都是这样被挤着，旁边人都很害怕，赶快把我撑开，是是，很怕我被折断。对啊，然后我就是掉了一只鞋，然后大家就要找我拍照，那拍照，然后周爸后来掉了一只鞋就要找你拍照，虎哥，你看你一个女生在大甲镇南宫前面，一只鞋子不见，然后大家说我可以跟你合拍一下，你要所以你就要挡住嘛，就勾机啊，没有，就是好玩嘛，但也很难得的经验。然后周爸就说他后来知道的时候，他就说，对。周爸，对，周爸是周习文，然后我都叫他周爸，他是虎哥，所以我有一个绰号叫做虎妹。哦，对，他就说有没有人看到虎妹遗失的那双玻璃鞋？啊啊！有没有人看到虎妹遗失的那双玻璃鞋？赶快捡过来！结果真的，有人超多鞋子过来了，真的，超根本不是你的，到处都会掉。对，没有一双是我的。鞋子哦，哎，不错不错，很可爱哦。来，咱们加码小才艺，好好，魅惑荷兰队的地球，应该不算是才艺吧？要是娱乐一下，要递给谁？递给那个，好像是汉典，对对对，色心哥，色心哥，来，试图让他起色心。开始了，对，因为我是投手嘛，我在牛棚里面要投球了，慢缓步移动过去，给他球，哇塞哇塞，哇，好对，地就地，还看到你绕圈圈。你再给我这样试试看，他眼睛闪雷啊，他眼睛在揪哎，在揪哎，他眼睛很，掌声鼓励他哎。他这个算是啊，就是在球场上长得是正点，那没有办法，对不对？一起来看看下一位。哦，萧敬腾、庾澄庆跪求他开唱，专业翻译一夜成名。啊啊，知道了，是那个贝蒂，对不对？欢迎就是贝蒂。是翻译嘛？对，是是是，对呀、啊。结果搞到最后，翻译在网络上很红的。结果他爆红，他是帮那个帮我们泰国妹妹对对对参赛同学。你怎么机缘里面刚好你会讲泰文？还是你本身就是泰国人，我是台湾人，然后刚好我小时候在泰国长大，这样子，对对对，那就会讲了。其实一二季都有泰国选手，我都有担任他们的翻译，对我两个。是因为他太 gay 拐 gay 拐了，我们一排选手站上来啊，因为他刚好又站在旁边，然后好像每个人要讲一话，然后老肖就问他说，那不然这位选手也唱一句啊？是开玩笑，开玩笑套话，他就真的要唱他就真的唱我，然后又开始唱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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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还行还行，来介绍这两位给我听，用泰文呢？对 ，Hello， 瓦迪卡，瓦迪卡，คนนี้เป็นเทียนเทียน，
甜甜，สวัสดีค่ะคนนี้เป็นคนนี้เป็นชิชากวาชิชากวาสองคนนี้สวยมากๆนะคะสวยจริงๆสวยเยี่ยมเล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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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สวยเยี่ยม帮忙翻译这样子，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刚我怀孕期间胖了到二十几公斤，对，然后我的身材就被网友拿来攻击这样子，对，就说这么胖还能红，对呀，那 OK 啊，是要有什么不可以嫉妒你吗？对，网友有病，没啦没啦，将来有规划吗？将来想做什么啊？其实我现在也有在自己拍影片，然后其实我中英我中英泰都还 OK， 哦，对，然后我有在拍影片，像英文的跟时事结合这样子，对对，英文的教学语言类的，对，语言类的，就是教大家英文，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还不错，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吗？跟你同质性的艺人，对啊，不要给那些攻击，他们嫉妒你，对，没有没有，他们真的是攻击，嫉妒哎，他们没有嫉妒的，真的是攻击，我想你很过分，我也希望说，因为真的瘦很多。我刚刚可是因为你生完两个了，你老公是哪一国人？台湾人，台湾人。然后我现在我是单亲，单身哦，感情的单亲就拍够了。来，我们直接让他演个戏好了，好，好不好？而且要用泰文来演戏，泰文，泰文，泰文版的。好了，啊，你们两个演一下，好，演一下，抛啊虾，抛啊虾，泰文版。这个感情戏，我们三立的八点档，抛啊虾，经典，好，是韩文版，怕。没有没有怕泰文泰文怕你，我来怕你，怕你，抛抛虾，两位请坐中央位置，预备 ，Action！ 大明啊，水晶晶，哎，出啊，你们出啊，陈露啊，特别出干了，特露露你，露你。ที่เธอไปเปิดห้อง207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การนอกใจฉันกันนอกเธอคอยดูเราไม่来出干เราให้ไปทำงาน เธอต้องทุเรศฉันสิฉันค่ะฉันทับพันมีอาฉันฉันมาหลังผมทับไปหลายพันหลายร้อยหลักฐานชัดเจนขนาดนี้เธอยังจะแก้ตัวอีกจะฮะไอ้ผู้หญิงหน้าด้านไอ้ยุจะจะจะโอ้ยโอ้ยโอ้ยเธอทำฉันเลยเธอทำฉันเลยโอ้ยโอ้โอ้มีอะมีอะก้าเธอเขาไล่ผีจริงจริงนะเธอส่งคุณยังกล้ามาทันตัวแบบนี้ต่อหน้าฉันเหรอคอยดูฉันจะแก้แค้นฮะโอ้ยโอ้ยไอ้ยาถอดค่ะจังเชกเรียจริงจริงอ่ะไอ้ช่างผมไม่ได้懂但知道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小三抛花虾啦对算是一个抛花虾有抛花虾在里面他讲话的感觉很像泰国的鬼片你们有对很像泰国的鬼片泰国人讲话就差不多那个 feel 啊东南东南东南什么意思啊东南对东西东西没有没有这句东南有东南有没有我们打高尔夫球东南金沙，金沙，那是泰文的。斗南，斗南是进水。斗南，斗南，斗塞才是进沙。哦，对，斗塞。你有跟泰国人在打球啊？有有有，是哦。斗南，斗塞，斗南，斗塞。
啊，我一个朋友很没水准，当天球打得很烂，啊，因为懂篮，懂塞，然后懂。没水准，趁机投嘛。没水准，因为输了我十几栋嘛。对对对。他心情不好就找 Kelly， 还骂 Kelly。对。懂懂懂。好幼稚哦。谢谢 Betty。来鼓掌。下面一位幕后爆红的是被小 S 亲吻的男人。粉丝看娱乐新闻就是为了他。以前小时候看嘛。这是我的偶像，我小时候。口音知道他。我知道他，而且我以前在旧。就八大的就是在那个通话街的时候，然后我还去等过他跟他合照，真的真的，他那个时候好帅哦，是帅帅的啦，但也没帅到这种程度。工作人员有这么帅的吗？你自己看看。有啊，得罪了，很久没有来得罪人。你出写真集了吗？人家阿文都出了。他们是有特色，可他真的是帅，真的是有特色。重点是要这个发带就知道他是谁。对，这个再这样下去哦，哪一天不知道我们天妈几会去拍电影。鼓励危险哦！来，一起来欢迎小龙出场。啊，小龙啊，运动精灵龙儿。运动精灵龙儿是当时是担任我们娱乐百分百嘛，娱百的企划。哦，哎，也当 FD 对不对？也要兼差，也要兼 FD 哦，兼那么多。哎呦，对啊，有情人见面哎。嗨，你结婚了吗？单身。真的还单身？你 still 单身？ Still single？ 你是有偶像包袱还是真的单身？没有偶像包袱。他知道他现在是一个那个饼干店。我知道他在卖曲奇饼干的，我不知道我有 follow。真的？就台湾那个曲奇饼干那个熊熊，就是他现在在卖。对。真的吗？瘦身饼干嘛？不是 cookie 啊，不怎么。他现在做的是瘦身饼干。没了 cookie。cookie 啦，是那个曲奇饼。那你现在是还在圈内吗？他现在真的啊？目前没有。没有了哦。那前都做购物台。为什么？是因为被女艺人骚扰的。没有。哎，来，那认识的嘛？他之前也有很多女艺人，就是很喜欢他。可是那为什么你还单身呢？对啊，你那么受欢迎，那么受欢迎，那么 popular， 那个时候那么红，还是他喜欢像我这么漂亮的？哎，他喜欢小字辈的，小 S。哦，当时是因为那个在节目娱百里面嘛，对，他的小 S 不是老是在徐老师手身上的时间表，啊，就会 cue 你，啊，你就只好配合了。对啊，对啊，因为。哦，老板要表演，我没办法。怎么会准备想要离开艺能界呢？去卖饼干去了？啊，比较好赚。艺能界比较辛苦啊，幕后比较辛苦。对对对，他们电视还是真的哦，还要再加把劲。是是是是啊，饼干卖得好吗？还不错，很好。刚刚圈内人，要不然男生我没有访问这么久的。对。坐在那里，有没有看到？让我们看一下爆红的 VCR， 来，请看。就来了，好不甘愿哦，对，好无奈，有没有看到？哇，头上的拜拜好无奈，慢慢拉到你的面前来，五六七，一起呀 ，go go go， 放松啊，爸爸，一起呀 ，go go go， 好无奈啊，的脸的脸，没有关系。哎呦！只要你知错能改，希望就原谅你。所以运动精灵龙龙龙龙龙龙，把手伸出来，请老师只打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唱一下好不好？咱们直接就在这个表演重现一下。我们这边没有小 S， 但是有小瓜。小瓜，来欢迎，不错。
西小瓜来喽！一分钟健身操，来做做的衣服，来做脱衣服，哇，来脱衣服啊！哎呀哎呀哎呀 ！One two three， 大家好，我是谁？徐老师。老师要来告诉你，把手往前放，中间往中间压，往中间压，跟我一起念。这边觉得非常酸痛，为什么？因为这边有用力啊，有用力，而且这个手姿势还可以练胸部，除了大胸部，还有大鸡鸡。这样是什么？全程转一送一，送手臂啊，问。别运动，来，我们一起跳舞。One, two, 小龙儿，你今天不对，不然摸我的大鸡鸡。这个老师怪怪的，怎么来西老师这边？西老师这边，西老师这边，对，像人家，你快点来西老师这边。哎哎哎，我是谁？那这就是他离开演艺圈的原因。回来又被骚扰。对呀，真的是。快点过来，田老师这里，田老师这里。好了好了，小甜甜啊，对啦，甜甜。哎，你不要看人家，人家还有疯狂的男粉呢。好累哦，真的假的？男粉啊，男粉哇。因为我以前在八大那边，我们在信义路找车位很难。对对对。突然有一天下班了，我就去车上看，哎，怎么一个礼物？礼物放在哪里啊？放在哪里？车子。车位。挡风玻璃上。哇！好好。什么礼物？什么礼物？嗯，打开是一件性感内裤。丁字裤。男生男用丁字裤。你未来也不可能往艺能界发展嘛，对不对？老了没办法。不会啦，哪会老？看不出来，面前将老，对不对？能够带给观众快乐，有时候我们也开心快乐嘛，看到你就开心呐。啊，你还有做那个小猪的罗志祥节目策划是吗？在百分百之前，在百分百的时候，嗯，因为他们在之前。百分百之前啊，对，当他经纪人去那个孙总那边做，他在四大天王那个时候，罗密欧的时期，那时期那就还好。如果是后来现在哇，那不得了！哎呀，对呀，对呀，加油了，好不好？谢谢。Cookie 饼干大卖，好吧？哎，谢谢，哎，请坐。好，厉害了！今天看到我们这么多幕后人马都走红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啦，对不对？我的一个好朋友安迪哟呼，他就讲讲过笑安了。世界上我们人生都有十五分钟可以走红，十五分钟吧？哎，十五秒还是十五秒？哎，不重要。OK， 十五秒，看看他们好不好？十五分钟是个素人，十五分钟，十五现在不得了了，有机会可以走红。对呀，继续加油，加油！阿文出第二集，加油，好不好？好，谢谢，谢谢。